在 Forbes Bunch， 然后我发现了新款的小钱包，目前柜上有这些颜色。然后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好软，然后它可以放长夹，我刚刚已经对，它可以放大钞，我刚刚已经试过，1000块台币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，很软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卡夹，然后内袋有这样子，内袋夹成了4个。最棒的是它居然有零钱包，就在这儿，哒啦，非常可爱，对不对？这是新款的零钱包，介绍给你们。把它扣好，白色，大象灰，然后就是酒红色。灰色，这是咖啡色。哎，我们还没有团员买过这个颜色的。